我现在所演奏的是朱昌耀先生所写的一首南派二胡的曲目，叫《江南春色》。因为我觉得这首曲目呢，其实很充分地表现了二胡演奏技法上面的一些特点，比如说像滑音啊、柔弦啊，还有打音啊，以及右手运弓上面的一些轻、柔、缓、重。急，同时把二胡的柔和、清新婉丽的这一个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二胡其实是一件非常有灵气的，而且非常有魅力的一件乐器，它同时也是所有胡琴当中所具有特色的一件代表乐器。它的声音呢，其实很接近人的声音，虽然它只有两根琴弦，但是呢，其实它可以表现出非常丰富的，并且扣人心弦的曲目。